我刚刚在那个手机查了一下，看一下新竹有什么好吃、好玩、好喝，然后看到一个叫做什么“糖贵妃手工黑糖饮”。听说这个饮料店呢，你买饮料送你宫廷装穿，那我们就朝圣一下，看现在有没有，好不好 ？Go！ 唐贵妃在对面，可是呢，它的外观看起来像是真的有那种宫廷感觉，应该会有衣服穿吧。我们刚刚问店员，他说真的有宫廷服啊，他就会推荐什么，我们看一下。你有看到想喝的吗？招牌，招牌什么？招牌是什么？那就店员说的是啊。饮料来了，噔噔噔噔，超级黑糖珍珠有没有？哇哦，我觉得饮料店有座位真的是挺棒的。而且它这边的座位超级软，如果你们真的有经过的话，要来喝喝看。现在店员去帮我们拿宫廷服装，他说有六套可以穿哦。摸底下，很烫哦，珍珠很烫，我就喜欢这种热热的。而且它这个渐层做的非常的漂亮，买饮料是其次，最期待的是宫廷装，好不好？他带六套出来给我们看哦。对啊，很棒，打卡圣地好不好？怎么都没人，他都没客人哎，好怪，奇怪，很少人知道吗？哎，它这里好可爱啊！它那个 logo 唐贵妃，我觉得这个设计的还不错哎。有男生的吗？有男生的，这里皇帝睡袍，然后还有僵尸。僵尸？你要僵尸？好啊，僵尸。僵尸，谢谢你，谢谢。谢谢。超赞。哎，不是，我岔开了，也是这边哎。又没差。我先这样岔哎。哎，再夸你啦。我这个直接套就可以了。好，卖饮料店还要让客人穿这个宫廷装，他们真的会很忙。我的僵尸装啊，我只要直接套就可以了。还有这个哎，辫子都有，超扯！我要套了，拿一杯饮料你就在那边试穿衣服，试到爽。那如果店员很忙的话，就不要一直试了。刚好他们没客人。试穿完毕了，感觉要把里面衣服脱掉，可是这样脱掉的话就会太重，所以就只能这样，没办法，直接穿帽T。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轩穿出来怎么样吧，我这样会不会很可怕？等轩的时候先喝饮料好吗？姜汁喝奶茶。我觉得他这边那个黑糖珍珠真的还不错，他我们是做去冰的部分，可是他会有一点小碎冰，小碎冰牛奶，然后一点温热的珍珠，你知道这样搭配起来，一口刚刚这样下去的层次感，每一口我都喝得到。重点是它的珍珠不会太过于死甜，不会太甜腻，很棒哎。嗯，你怎么有点狼狈啊？对，因为有点难扣。对啊，我刚才也扣很久。现在店员在帮他炫用衣服，因为炫太笨。他们人真的超级好，他们还问我会不会热，要帮我们开冷气。哎呦哎呦！你是哪个娘娘之类的？你是哪个品味？蛮甜。哎，你这样有点胖，你穿这件有点胖。屁股啦！啊，你都没说我穿起来怎样？就僵尸啊！这边可以拍照。你敢这样走在路上吗？你们，哎，我走在路上应该吓死路人。有，我已经吓死路人了。哎，Hello，Hello。刚有个路人这样经过，然后竟然认出我，我穿这样很好认吗？我不知道什么，我在看轩，他真的很 gay 白的感觉。太好笑了。这个还蛮容易掉的，你就是要稳住。可是我觉得我这辫子很可爱。可是重点是这个怎么用？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好了，推荐一家非常潮的饮料店给你们，真的
有必要人生来这边观光一下，很棒。外面是没有写有服装可以穿的，但是你可以问一下店员有没有宫廷装可以穿，然后你还可以拍照。刚刚店员也很好心的帮我们拍照，超棒。那影片结束了，喜欢影片还喜欢，不喜欢还不喜欢，就去保对我，我是 CH， 每天5点发布影片，大家我们拜拜喽。